在彰化市区相当知名的不二家蛋黄酥，每每在节庆前夕造成排队人潮。店家为了要让每位顾客可以买到商品，特别限定每人购买数量，甚至制作了号码牌，让排队的客人知道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购买到当天出炉产品，以免败兴而归。不仅实体店面有着高人气，在团购界也相当知名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店家在农历八月到中秋节这段期间不接受宅配订单，如果想在中秋节当作伴手礼的朋友，可要提早购买咯。